女咧就送咗四瓶俾我飲咧，飲完之後咧，我初初都冇感覺噶，但係我女咧就問我。我女儿在母亲节的时候送了这四瓶果汁给我喝，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感觉，然后我女儿问我，我咧其实咧我以前个肉咧呢啲咧系全部硬晒嘅，呢啲全部硬晒嘅，嗰啲手脚全部硬晒，个膝头行路咧会揿住个膝头嚟行路嘅，而家我咧就唔使啦。原来他颈后呀、肩膀啊、手啊、脚的肌肉都很硬的，很痛。现在喝了四瓶以后呢，基本上都没了这个疼痛了。都有痛，不过少咗70%。哦，少了70%。系。咁咧，我糖尿咧，你见唔到我，好似我冇糖尿啊。其实我糖尿咧系响98年已经开始嘅。看不出来，其实我糖尿是98年的时候已经开始的啦。我咧未飲之前咧，我係成20度左右嘅。我沒喝這個果汁以前是20度的。現在咧係低嘅係6度幾，高嘅咧。現在低的時候係6度。高嘅咧最高咧即係唔戒口啊！我而家都係9到10度左右。高的時候沒有戒口，才9度10度左右。我高興咧，我今日咧，我真係好感激，好感謝我個女咧，胡端端送個大禮物俾我做母親節。我今天很感謝我女兒送了一個很大的母親節禮物俾我。但係呢個產品咧非常好，我哋咧真係要去珍惜嘅呢個產品。這個產品真的非常好，我們應該是很珍惜這個產品的。你有这么好的见证，肯定你的同学都愿意来的。谢谢。